大家好，这里是要成为你元宇宙世界里第一的好朋友的加密加特，我会告诉你这个世界里所有问题的答案，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不然真的会把我弄丢哦。现在正片开始。Hello， 小伙伴们，七月快乐呀！上半年正式结束，下半年要继续努力搞钱啊。大漂亮最近在看 Open Leverage 这个项目，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关注呢？根据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14家初创企业成功入选 Binance Labs 第四季孵化计划，其中就包括 DeFi 生态项目 Open Leverage。 那它是个干嘛的项目呢？大漂亮也思考了一下，认为 Open Leverage 是一个打破了中心化交易所垄断的借贷保证金杠杆交易协议，它可以给用户自由开设新交易对的权利。 Open Leverage 将借贷保证金交易带入去中心化世界，赋予用户更多的自主决策权，这样就可以让很多没有上交易所的小币种有了可以开启杠杆交易功能的机会，同时为许多新项目方提供了一个新的流动性入口。作为币安的铁粉，大漂亮也是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项目，大家一起来找找赚钱的机会吧。首先来看一下它的项目简介。 Open Leverage 是以太坊和 BNB 链上的一种无需许可的借贷保证金交易协议，使交易者或其他应用程序能够高效安全地在 DEX 上的任何交易对上面做多或做空。简单来说，就是用户以前只能在中心化交易所里面做借贷保证金交易，而现在可以注册钱包在链上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合理利用杠杆，根据自身对行情的判断进行做多或者做空某个代币交易对，从而实现盈亏。单从文字叙述上看，小伙伴们可能有点蒙圈，那么咱们直接去实际操作一把，亲身体验一下 Open Leverage 的产品功能。打开官网可以看到协议总锁定价值约为1200万美金，和 DYDX 的10亿美金 TVL 相比有80倍的上升空间。再看24小时交易量约为560万美金，当前交易资金量还是很小。第一步，我们先来尝试创建借贷池，以赛博之龙 BNX 代币为例，复制 BNX 智能合约，点击创建交易对 BNX 和 USDT， 粘贴 BNX 合约地址，点击确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已经创建好了借贷 LP 池了，我们可以往里面添加借贷流动性，如果有其他用户使用这个交易对进行借贷保证金交易，我们将获得利息。第二步，我们来试一下保证金杠杆交易，我是选择做空 USDT 和以太坊交易对，钱包确认就成功开单了。第三步，试一下存款赚取收益，我选择的 USDC 和以太坊借贷池交易对，点击授权，输入金额，钱包确认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对应的 L token 余额。最后点击我的仓位，可以看到保证金杠杆交易仓位的细节情况，清算价格、日利率、盈亏金额等等。在我的存款那里可以看到存入金额，以赚取利息， L token 余额。实际操作完，有没有觉得 Open Leverage 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它跟 AAV 和 DYDX 有什么不一样呢？大漂亮特意做了一份表格，分别从所属赛道、用户费用、用户操作、流动性供应、对标机构、最高杠杆、核心价值总计7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差异，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也欢迎提出不同的观点共同讨论。接下来大漂亮将主要从3个方向来剖析这个项目。 Open Leverage 主要特征：一、隔离资金风险。为了风险隔离，贷款池的每个交易对都有2个独立的池，所有资金都保存在智能合约中，直到满足所有条件以对应的关闭交易和借贷头寸。二、快速结算利息。 L token 是每个借贷池的计息代币，资金供应商将其资金存入贷款池后将收到一个 L token， 只需持有 L token， 用户就可以获得利息。独特的优点：一、用户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代币创建借贷池，任何人都可以为 DEX 上可用的任何交易对创建借贷池。二、用户可以赚取利息，贷款人可以通过将资产存入借贷池从借入资产中赚取利息。三、产品线非常丰富，交易者可以通过一件交易从 DEX 介入和利用数百个交易对。
四用户可以申请成为清算人。如果交易的抵押品比率低于市场限制，清算人可以触发清算以获得回报。工作原理：一、资金供应的来源。保证金交易是一种利用第三方提供的资金进行资产交易的方法。在中心化加密市场中，介入的资金通常由中心化交易所或做市商提供。然而，在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交易环境中，资金通常由其他匿名用户提供，他们根据市场对保证金资金的需求赚取利息。而 Open Leverage 正是实现了资金供应，才为借贷保证金交易提供了保障，使得产品功能可以正常运行。二、Open Leverage 的 Swap 功能。Open Leverage 会将交易者连接到流动性最强的去中心化市场，如 Uniswap、PancakeSwap、SushiSwap 等，将用户借贷的资金执行为买入现货做多，或者是卖出现货做空。三、Open Leverage 计算抵押品比率。Open Leverage 会使用 DEX 提供的任何交易对的实时价格来计算抵押品比率。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看懂这个项目呢？知道了吗？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 Open Leverage 的愿景使命。 Open Leverage 协议的使命是创建一个完全无需许可的去中心化保证金交易基础设施，短期来看是为零售客户提供借贷保证金交易小币种的平台。从长远来看，Open Leverage 旨在为机构客户构建去中心化加密证券服务，提供去中心化借贷、衍生品交易和资产管理基础设施，与全球 DeFi 生态系统相结合。说白了，大漂亮觉得他真正的目标客户其实是机构。在业务上， Open Leverage 想做 AAVE 的借贷生意，同时也想做 DYDX 的期货生意，野心非常大。大漂亮思考一番过后，除了常规的合约操作，给大家几个关于 Open Leverage 的操作思路。一、熊市找好切入点，低倍杠杆小资金做空特定的小币种。二、在明显预知特定链游游戏代币即将死亡螺旋时，低倍杠杆小仓位做空。三、提供 USDT 和 USDC 获得 L Token， 在第三方项目农场质押获取收益。小伙伴们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挺不错？但是别急着冲。大漂亮觉得至少有四个风险值得大家注意。一、链上杠杆交易，好处是小资金低杠杆做长线趋势单，坏处是爆仓清算的时候难以及时止损，挽回最后 15% 的本金。二、小币种的流动性不够好，遇到极端行情很容易插针爆仓。三、熊市小币种可以无限跌，借出小币种获得的利息可能远远不够币本位价格下跌的亏损。四、进行保证金杠杆交易时，一定要选流动性最好的交易对，否则盈利无法足量兑付。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最后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大漂亮将在本周五晚上在大漂亮 DC 群里举办德州扑克大赛，胜利者将得到一些小奖励，只限 OG 成员参与，大家周五晚上一定要来参加哦。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